缠上了，不现缠了，表哥现在去，现在都不管缠了，怎么样？走。净搞个力。你要哪一种款式的了？我想要那一块露脚面。这一会儿你们那个标准鞋，平底儿的，不好看。这都卖开始卖棉鞋了。嗯。你这一块露脚面鞋有没有这个底子的哈？是平过来的，这种还有高的。对，可是这种跟儿的。就像这一号啊，这一号底子，有点底子，但是它露脚面的，它这都是棉。走，这儿的鞋好看，过来。红叶儿那个，红叶儿还有麦叶儿。这边十块钱。你看这底儿会高啊。你叫那个捞钱。我给当靴子了。嗯。好看吧？现在脚有点小了，是吧？嗯。这有38的，知道吧？38的。有，我给你拿给你试试。嗯。我放着来这儿呢。来，美女自个儿试吧。这个。其实你别提。这适合穿的黑色打底裤。嗯。这小腿儿这么粗，我都行。怎么样？好看，好看。那就是棉腿鞋。啊。好，给我也凑一双。凑了，直接面那一双就凑了呗。好，有没有38的了？有。这会儿给我拿一双。我都感觉我穿着没你穿着好看呀。你是裤子这吧？加点儿钱。也可，我说也可好看，不过你的裤子这个配的不好看，回家了配个丝袜，黑丝袜或者是黑裤子都好看呢。这鞋版型可以。加着吧，有人来一对，有人来一对。兄弟，咱俩分不开了，我是红的，你的是紫的。哎，捞茶也没事儿。一个红的，一个紫的。别让咱俩变鸳鸯出来了。鸳鸯出来才个性嘞。有人穿，穿七百，有人穿红，有人穿紫。也是潮流嘞，也是。换着穿穿。你那个咋弄啦？脱下来不脱？穿着走了。不脱咋弄啊？脱下来。那这好，换哈。喜欢视频你不拉住的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走了，退场去。